一三次三嘅至尊係龍龍嘅啲合作啊！哦，一嚟就嚟個時序緊迫咯，慢諗諗，上去啊！咁啊，而家就已經揀中啲位置，唔錯，林家偉，但係佢冇一路一分嘅位，好難。陈家俊打个后抽，之后黄志尊嗰个位噶啦，孙俊伟一路掹住佢，咁但系最后尾散中啊嘛，咁出咗，但系好快上边啊，黄尊，咁但系一脚嗰度再加啊，攞到，咁但系解围翻嘅波又俾阿刘家伟攞到喎，咁但系又真系冇得攞。八號，從我左手邊用建議撳個地多出嚟，又係曾家威啊！咁但係呢下又係蔡耀輝投到喎。劉家偉修正翻㗎啦，俾咗右手邊嘅陳家俊、胡君怡。哇！呢下搞到咗呃過咗㗎啦，咁但係洪建怡翻嚟掠佢，有冇犯規啊？球證話冇事，洪建怡掠得咗㗎啦。咁啊，俾咗阿葉家豪再轉去右手邊，彭林林對住路蘭，依家假動作兩下，哎呀，路蘭最後鬥腳長，咁但係我覺得睇咁睇啊，阿偉得啦，阿葉家豪一個啫，我彭林林，我對住路蘭出翻大位。
開咗場嘅，咁但係又俾人攞咗落，最後位快落俾翻右手邊嘅柏林林，而家再我柏林林帶嚟帶佢翻唔到，建議諗住撳你身邊嘅最後位啊，咁但係啲人又唔到啦，梁興。有機會打反擊，左威一路扯住佢，再撳佢心思黃志尊攞到落嚟噶啦，咁但係揾唔到隊友喎。呢位即係龍叔住佢，死咗樣衰啊！林家偉，哎呀，咁啊林家偉係咪啊？林家俊再讓個俾啊，讓個波俾啊，老闆黃志尊嘅，都嚟啊！我再一次錯失咗機會。
後面嘅路啦。但係兩個都突然間做咗嘢喎。五十八號係鄭偉樂，喂，唔該曬，唉，恭喜之流，鄭偉樂。
大應變，哦，原來無非金城嗰邊請嘅，再嚟啊！咁但係點解唔入去咧？冇物得，咁樣就你先出嚟，交佢喇叭，哎呀，益咗就威威大啲喎，就威威打後洲益咗黃曉山，離個中距離唔知仲有個龍門攻嘅飛定位打嚟翻出嚟，咁但係呢有黃曉山打後洲仲省落呢個。由你自己拿翻落嚟，哇！咁樣啊，交埋有啲小心喎，好鬼準啊！又出咗喎，咁啊呢一段至尊攞翻好多攻勢啊，黃麥德送咗俾右手邊，同佢落再送佢底線，咁但係哇有啲曳啊，不過黃麥德可以修正翻啊。哇！咁樣就佢落出唔出到啊？喺個底線玩嚟玩去都係出唔到。都爛再嚟大腳，唉、哎，咁啊真係兩個外籍球員嘅全球質素係真係爭少少，呢個小圓球上邊。咁啊，攻勢就攞翻好多啦，咩叫古華睇住上，大翻佢咯，以為你進攻佢又唔係咯，打翻轉頭壓壓你咯，古華睇住上。Thank you.
非常之精彩。